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集美百万高级装潢淘大新加坡精致别墅，周遭临近大南生活圈、大南市场、全联、全国电子、大成国小、大成国中、广丰新天地、家乐福、迪卡侬。在室内介绍之前，这边有一些房屋资料，来不及看的朋友可以先暂停了解一下。亮丽优雅的玄关，暖色灯光，亲切的欢迎回家的你。位于一楼的孝亲房，不止开窗，更是有的小阳台。无论是给老一辈一个舒适的环境，或是作为客房，都非常合适。孝亲房的卫浴干湿分离，轻松整理，卫浴都有开窗。后阳台温暖不昏暗，做任何用途都非常适合。在一楼楼梯下方有一个小空间，可以放置生活所需用品。小空间的门也是隐藏式设计哦。大空间的客厅随时容纳着家人的欢笑与温度。厨房到客厅都是开放式设计，开阔空间，一家人的欢笑随时尽收眼底。厨房的小吧台非常的精致实用，在三楼整层楼的主卧大空间，面北方的开窗让阳光进来不禁热。在主卧的床尾可以做电视墙面，隔音间的收纳台非常实用，系统家具的收纳也很足够。化妆台的后方就是大衣柜，空间使用非常直观。主卧卫浴空间很大，有着干湿分离的淋浴设备。更有着浴缸，随时让您沉淀您的心灵。四楼的两个次卧也设计得非常舒适典雅。看看这个房间设计，光影超级温暖舒适。再来看看另外一间次卧吧，整体的墙面有用心设计做规划，干净亮色系的壁贴让整个房间多了一分活力。在整体房间的格局表现上非常方正，很好规划。
位于五楼的视听空间，不论是唱歌、看电影都非常合适。隐藏式的投影布幕，就算收起来，纯听音乐享受也很美观。砍灯与情境灯，让欢唱休闲时气氛满满。晒衣空间的上方雨遮透光设计，衣物晒干更快速。整栋的卫浴设备都有安装卫浴排风扇，独立开关。屋顶上的大水塔也不用再担心停水时储水不足，屋顶上的空间可以自由使用，也可以在屋顶烤肉赏月哦。以上就是这次的物件介绍，联络方式在影片后方，赶快。